来，全国电子就干心，鼎新食品最新，台湾老板没良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加藤英。最近咱的大盘搁要上万点啊啦，又起来不是要让你解套啊，又开始要甲你套死啦吼！内线交易竟然会使判缓刑，干你娘！好，这条我上个台。山雨拢搁咧等，股市何时才会上万点？过去已经看过了足济悲惨，大盘上万，我的股票没涨，再卖掉之后才会上涨，卖非常多张，宏达电它就是不会涨，变得便宜。也许可以再多买几张，大力特棒，大股就习惯，唔免操烦，特棒大卖了，吃侪人，卖再搞点被套没关系，卖掉车子加码拼输赢，名嘴说的话随便听一听。千万卖相信，大力光讲要上五千，只有鬼才会相信。起价五千块，我嘛买袂起，想袂到爱挂药剂。股票解套非常开心，卖掉伊阁继续咧起，买来坑咧继续了钱。没解脱就等五年，停损没有那么容易，停损会好势半百事，买股票只能靠运气，只好问神明，神明叫我去看医生。在摆烂，内线交易的人全部办，好定解盲，放消息骗散户快进场，小 S 银行炒股不用管，不用担心内线交易会被管。内线交易被抓没有关系，法官都来自侏罗纪，没有好老爸你就抓咧蛋，准备进监狱，身上没有太多积蓄，选择权全部压下去，再周三结算，开平盘整理，权利金全部都归零。股票赚钱并不容易，大户都搞内线交易，为啥庞大人无代志，乐身股票已经乐起，买地买起尴尬没死，早起公司门口空椅，政府鼓励来刷交易，买完放消息，隔天开涨停开心，股票赚钱并不容易，大户都搞内线交易，为啥庞大人无代志，宏达电已经回不去，买的穿衫尴尬袂死，早起公司门口空椅，政府开放当冲交易，大力光四千七，散户买不起，悲戚。先来挂药剂，再来买一支，台机。那喜欢我的这条歌，记得要分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感谢大家。